最新实境节目第二季，三位演员杨贵妹、钟欣凌还有严艺文前往日本，探索台湾人在日本的生活点滴。近期试片见面会选播第三集，讲述两位在日本打球的高中生故事，艰辛的追梦过程也让三位主持人心疼落泪，更大赞他们是未来棒球的明日之星。很棒吧，像打日本子吧，以后想要在日本定居。两位热血的野球留学生自信满满，坚定眼神，有望就是下一位棒球界耀眼的明日之星。勇敢追梦让三位主持人佩服不已。哎，你太惊了，不行啦。啊，讲了就回台湾这样子。哎呦，都快哭了。实境节目第二季开播，主持人杨贵妹、钟欣凌和严艺文探索在日本的台湾人生活点滴。中南部试片见面会上，制作单位特别播放第三集，讲述两位在日本打棒球的高中生乔恩、国善独自在异地奋斗的故事。哎呦，乖。主持人心疼落泪，钟欣凌更是一度妈妈魂上身。好可爱哦。那你有牌都给你了。制作单位也特别邀请国善的爸妈惊喜现身，让节目满满洋葱。知道这边的训练绝对是苦的分量会比台湾多很多，只是自己的小孩也是会想跟着棒球前辈的脚步，潜力新星赴日追梦，透过镜头揭露训练秘辛。实境节目第二季有笑有泪，三名主持人也将持续探索一个又一个政治动人的生命故事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